要开咖啡店了、啊。我要开咖啡店，什么都说过了。没有啦，你在回信。我有钱的话就开啊，就是没有钱啊。我们要是有钱的话就开 Showgirl 咖啡店。要是有钱我就开宾馆。每个全部给我站在陈志深老师的旁边。我找一个 Swap Pitch 吗？对。这个。我不知道这个清不清，清不清楚。像这个，他开机的时候可以做这种动画。不是，这个是在比多尔上开始漏的 kernel 的时候嘛？对啊，所以他这个就做得很夸张。我想要问一下，这个东西跟一刚开始的 Fedora， 它不是可以切换说有那个，虽然有这样漂亮的画面，它还是可以切 console。对，可以、啊。是、同样的东西吗？还是其实不算？你要看是哪一个 Fedora。我记得这是在 Fedora 十或是十一，没有十二的不是长这样。它是进度条这一种。哇，就会动。它这个就是你如果有这个模式的话，可以。弄这个有的没的。那安装方式？安装方式我嘛不知呢，谁用 Fedora？ 就是说 ，Arc 有没有类似的？有。有。Arc 有，到底叫 Arc？